财团啊，我们现在最大的，一开始那个吴瑞仁他那个也有讲到，就是资本主义的背后是什么？就是帝国主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财团，然后剥削高房价、高物价、低所得，但是媒体可以让我们美化企业家。今天的《中国时报》封面就头版就看得出来。今天头版啊，头版它哇，《中国时报》你第一次看到四分之一的头版，四分之一的版面来告诉你说，鲍老板的传记要出来。鲍老板，蔡英文的传记要出来了，超夸张的整个版面，然后政策宣传背书嘛，所以633，我们马上看到633，但是一直看不到，现在还看不到，人民还是支持政治。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啊，但是被这样的愚弄啊，但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媒体试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针对财团来讲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找出正确的，像我们虽然不认同新党的国主认同的问题，但是他有些时候提出的政策是对的，那我们还是应该去支持啊。那即使是我之前是比较认同民进党，但是他的政治人物可能说错话，我们还是必须去谴责。我们今天就是对事不对人的啦，对啊。那你说选人选党，其实现在都很难讲。你选的他在那个党里面，因为像我们上次绿党潘安生原来有讲过嘛，国民党邱文彦说要推湿地法，是他当立委以来最重大的想要推的，但是他一个人在里面他推不动，即使他帮忙潘安生很多事，邱文彦在国民党里面可能还是很难有所作为，甚至田秋瑾在民进党里面也不一定是讲话可以很大声的，这都有可能。那如何在关键时候支持政治人物，然后明年一月之后可能我们也可以罢免政治人物，这都是对啊，人民我觉得重点还是我们自己要动起来。这点不要做到真好，这点不要其实有讲过很重要的话，就是说人民的处境它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去改变政治人物，因为他们因好，这个技巧财团要媒体哈，其实对人民来讲哈，当然人民是被控制、被引导的啦哈，啊，所以你这来对一是提出一个方向的哦，人民有可能哦，是不是他会双倍的降低哦，政治人物哈，造成政治人物去改变啊，那如果你这来对好像就都是被主导的嘛，那。有一点就讲，啊，人民是要用安怎去改变政治人物？咱拢家己受气啊，伫遐骂啦，啊，甚至就讲咱个人做咱个人的代志，没有真正吼。伊讲，啊，纳税金要交给，啊，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？啊，要储备什么样的能力？你刚才说公辨是非还是辨是？你看遐对对啦，你要从哪里来？就比如讲。我常人常会笑啊，我不分是非，就讲，讲敢那互骗，去骗人知影嘛，然后呢判断力很差，嗯，到底怎么样才会这样？哎，迄个讲迄个表，迄个笑我朋友，还是，那个到底是，你讲人民在这种情况下，伫迄个1890年迄阵吼，英国有一阵迄个矿工，因就是，像安尼，因个条件吼。很低所得，但是吼，搁啥呢？宿舍吼，嘿，搁收足高的租金，搁啥？卖你物件，搁拢足贵的，啊足歹的，啊结果因这矿工吼，因就去成立一个合作社，一人出10块，那10块来的时吼，先买因绝对必要的东西，就卖起来头家买，啊然后迄物件就俗，虽然无偌好，包装无水准。就是因着当提，啊，你后再一直成长，一直成长，哎，你叫做合作社，嗯，哎，所以
台湾哦，可能某人在做这个努力，嗯，啊，但是还佫有另外其他努力，可能大家就提供看看，像阮太太吼，因就去读一个外国的宗教，啊，他们就从那个宗教里面发现有很多 skill 方法，skill 啊，比如讲包括沟通，恁常咪沟通吼，啊。咱两个讲话是十句九句同意，啊，若一句无是，两个冤家，甚至那个合作的关系就破裂。嗯，对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沟通，咱互相的沟通，会当合作，会当共识。那努力，无努力，大家也会当安尼做安排。啊，一个努力了，大家拢冤家。我想那个 skill 我们都没有。台湾人有沟通的技术吗？看到没有？啊，所以，我是讲有很多零零散散都在开始在学习，你像学生伊嘛，吼从起码迄个2008学生交1999的学生交2012学生，可能内底拢有进退，有有进步，有退步，但是拢总有咧，敢若只是在做咧。对啊，咱来看一段，好，这是张悬啊，这歌手啊。这被文青视为女神的一个歌手，然后一进价就搞恭维一席，他是他本名叫焦安溥，焦安溥就是焦仁和的焦这样，就搞恭维。他前面有一段文字在这边呢、啊，年轻人去依赖公众人物，告诉你流行是什么，告诉你政治是什么。或告诉你消费是什么，我认为这是比较不健康的。所以其实在这个过渡时期，我和我私底下的朋友都有一些心愿，就我们还希望发挥公众人物剩余一点价值，在产生公平的、更对等的群众舆论思考之前，我们还能发挥一点公众人物的力量，去传达多一点。你们发现原来有名、有钱、过好人也依然在意这些事。台湾在媒体上长期都会教育人民，就是你要去看不老人他们喜欢吃什么，喜欢听什么，或喜欢做什么，长期下来变成群众之间一个误会。我决定用这种方式一次一次面对面对年轻人说话，也希望能够作为我们之间最深的交流。一最近出一个新的唱片啊，所以宣传期，他宣传期讲很多跟音乐以外无关的东西，很大部分他觉得音乐完成就没有再什么好讲，多的东西就是标语。那但在产生这些音乐背后，想要用歌手的身份让你知道歌词歌曲的来源是什么，那来源通常来自于生活反省思考，对人事物的关怀，哪怕是愤怒，然后应该前半段加